大家好，我是偷刀，我现在来到宜兰罗东的民轩涮涮锅这里了。这家店呢、啊，就在这走过去的那边五花八门的附近而已啦。这两间店他们的距离非常非常的近啊，但是说他们两家最大的差别是啊，他这里并没有停车场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停在他这边路边呐、啊。但是你看一下。啊，光是这边路边就是一整排都停车格，你就不用说特别费心的去找停车位了。我觉得这是还不错的地方。它这边一样也是说300多元，让你吃到饱的涮涮锅。等一下我们一起进去吃吃看民轩涮涮锅吧。OK 了，各位，现在我已经入座了。那他今天哦，我们是在9月23号平日的礼拜四来这边吃哦。他这边平日中午的收费是330元，然后不加服务费。那等一下我们直接去拿点东西来吃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刚刚已经先拿第一轮的东西了，只是没有想到说他这边竟然也有猪脚哎、欸，哟！那我们现在喝喝看他这边汤头如何吗？哦，很经典的柴鱼汤哎、欸，我觉得等一下这些火锅应该会非常有气的呢。那在煮滚之前呢，我们现在吃一下猪脚啊。猪脚，
乳汁的芬芳现在充斥在我的口中啊，好像变得说每次吃这种火锅吃到饱，第一个要吃东西就是猪脚。哎，这个时候我们的火锅刚好滚哎，我们先把它捞起来吧。在放凉之前，我们继续吃猪脚吧。拿起来再滴油哎。接下来再吃看刚刚所煮的肉类啊，我们每次最饿望的东西，鸭肠。嗯，我现在还是咬到它清脆的口感呢，只不过它这些脏器类的东西哦，它本身没有太多的味道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火锅好朋友特制蘸酱。哦，超棒的！哎，接下来试试看这个毛肚。嗯，哎，各位啊，它这些肉类被我们煮到恰到好处哎，咬下去的时候，它依然保持它的鲜脆，还不错哎。不过它这边吼有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东西啊，它这个啊应该是鸵鸟肉，没有记错的话，嗯，还真的是，哦，那接下来来吃这个我最爱的猪大肠。哦，如果它这个大肠啊拿去卤的话，会非常的完美。那接下来来吃这个大血管吗？熬它。哦，各位啊，我们今天这样子烫一下就捞起来的策略太完美了。哦，目前吃到的这些脏器类都非常的脆口啊。接下来吃这个，这应该是膀胱吧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些东西直接吃掉吧。吼吼吼吼！嗯。哦。嗯。OK 啊，那我们吃完第一轮了，我们再去拿第二轮吧。Thank you.
欸，各位啊，我有没有看错啊？这个地方竟然有这种食材哦。好，那我们来吃吃看麻辣鸭血吧。赶快趁它煮到太熟之前捞起来。各位啊，海鲜吃起来啊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干贝啊，煮完都揪起来啊。哦，天哪，这是真正的干贝柱哎。虽然说它这个大小啊，不像外面卖那种大干贝吃起来那么过瘾，可是啊，小小的，我们一次吃多一点，还是一样过瘾。还有它这边有这种小蛤蜊，哦，一咬下去，它海里的鲜味啊，直接在我嘴巴喷出来。还不错呢。哦，哎吧，洋葱吹蕊。还有各位别忘了，它这里还有这种小白虾。虽然说我目前光看起来它的虾壳跟肉已经有点稍微分离了，我们来吃吃看。哦，它这个虾子吃起来是有鲜味的呢。哎呦，虽然小小一只，只不过我们一样多吃一点就 OK 了啊。小蛋鸡嘞。我刚刚有拿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啊，煮之前它软绵绵的，就煮完它变成这种块状的样子。哦，这是花枝哎，这口感好 Q 弹哦，我好喜欢这种感觉哦。嗯，感觉旗鱼不管在哪边吃啊，它永远都是走它自己的路。那接下来吃这个螃蟹。Oh my god， 它这个肉很肥，而且咬下去它螃蟹鲜汁它流满我嘴巴耶。哦。我们要再去拿第三轮的东西喽。
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终于来到今天的重点了。那我刚刚准备了一碗葱花，我们来煮葱花火锅吧。我们刚刚煮的洋葱已经有点晶莹剔透的感觉了，这个时候配的羊肉片吃刚刚好。洋葱入口即化，它带出了羊肉的清香，哎，好香的骚味哦。接下来就换牛肉部分吧。哦，来吧，孩子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一次把猪肉片全部煮下去吧。好，那我觉得我们在吃这些猪肉片之前，我们再去拿一点洋葱还有青葱滋润一下这个火锅吧。好了，各位啊，那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加下去吧。那我们现在吃一般的猪肉片。哦，他今天这家的肉片我觉得品质都还不错耶，因为通常我们吃到这种价位的小火锅吃到饱啊，他的肉片应该都会是接下来吃吃看那个猪培根。Oh my god，而且锅里的双葱，它让这个肉吃起来会有微微的甘甜。这样的煮法，它保留了完整的肉味。今天这家火锅店的表现啊，它完完全全出乎我的意料，越吃越开胃感觉。
那我们先把一些耐煮的料丢下去吧。我真的很好奇，说各位在地的宜兰或是罗东人啊，你们会来吃这家火锅店吗？我很想知道你们对于这家店的想法到底是如何啊。我刚刚拿的这种寻味棒啊，就煮到差不多要散开的时候就要拿起来了。你看，寻味棒自己又变成一道料理了。哦，那我们刚刚煮的大肠还有手工丸子应该都差不多了吧。我觉得它这个手工丸子鲜肉的味道非常浓郁，哎，这个螃蟹我们先放旁边啦，不然我觉得现在吃我们应该会被烫死。我们要来收割刚刚丢下去的干贝柱了，来吧孩子们。来吧，我们再把这羊肉都丢下去吧。各位，还是吃火锅我们最可以拿捏节奏了。我们再让这个螃蟹一枝独秀吧。没有想到它这个螃蟹里面竟然也有蟹黄哎，哦，我靠，这哦这个螃蟹真的好肥哦。那我们再把这个羊肉处理了呀。我好久没有吃一间火锅店吃的这么有乐趣了。我仿佛回到了我小时候一样啊。
把各种吃到饱火锅店当成自己游乐场，玩出自己的风格。还没，我们还没有结束。当然是不免其难的要好好吃一盘葱花羊肉锅咯。羊肉先进去，葱花再跟上。那今天我们在葱的产地把葱当主食吃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完美的双葱羊肉啊！都有各位，全部吃光光。我们再去拿点甜点来吃吧。哦，这跟我小时候自己在家里做的布丁味道一模一样哎。
喝完了。那接下来用这个吉隆咖啡吗？欸，各位啊，我第一次看到餐厅的咖啡机哦，你按下去哦，它直接冲出来就是吉隆咖啡了。OK 了，嗯，再看看等等要吃点什么东西好了。我刚又拿了剩下两个口味了，我们先从芋头吃起来。还有鸡蛋布丁。这种感觉好享受哦，而且我们今天吃一餐只要330元。虽然说他今天这家餐厅没有停车场，但是他整体用餐环境，他给你的是舒服的。那各位啊，看到这里，你有什么推荐的吃到饱口袋名单吗？不然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看到就会去回复啦。还有，不要忘了给我个订阅啊，订阅对我来说是创作上最大的动力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